港是一个安全城市，不过大家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不幸遇到危机，例如劫案或者风化案，应该怎么应对？首先，大家应该保持冷静，在安全情况下大声求救，然后报警求助，尽量避免独自经过偏僻的小路，时刻保持警觉，定期转换惯常出行的路径或者交通工具，避免被人掌握你的出行习惯，从而作出尾随或者跟踪。入夜后，找屋企人或者朋友送你回家，又或者通住电话同可信赖的人报平安，有喜事上你都有人帮手。如果经常夜归，或者无可避免需要行经一些幽静的地方，考虑带备电子防狼器旁身。最后想提醒物业管理和保安业界，如果见到可疑人士徘徊，安全情况下要上前查问或者报警求助。